等你半天了，你一个人坐着，怎么不叫我们呀？对啊，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。金二凯，去给我买杯水，都快渴死了。我不要。去。好了。想他了吧？工作的追求，他也可以有爱你的方式。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的，出了矛盾你不沟通怎么能行呢？不是吗？可是他的脾气是不会变的。喂，简安，明天下午看景的事儿，别忘了啊。啊，好的，康总，我记得。那明天见。谢谢你啊，小西，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。好。